新疆现煮的牛蹄子。老板，这多少钱一公斤？一共要30块。30块，这个多少钱？30。这个25。哎呀，一个小牛蹄还不到一公斤，你看多棒！只要25块钱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买不了上当。哇塞，老板的手绝对就是铁手啊！完美，好，这大骨头就不要了。哇塞，你们就说吧，在新疆吃个牛蹄子还不要25块钱，加上调料，完美。再给我切一点牛舌头。舌头啊，对，来一点点，这样就行，一半。好，谢谢。牛舌头多少钱？65。这加起来多少钱？10块。好，就是35。啊，这个大后切牛舌。哇，满满的幸福感。再来上一块这个牛蹄子，你看这种丢丢晃晃的，一个牛蹄25块钱，在这里真的物价超便宜，满满的胶原的感觉，上面全是这个牛皮牛筋，太过瘾了，太棒了。